拍啊。那可以带带这个人、啊。带哪个？看哪一个梅亚比较漂亮啊？又有一个女仆装哎。对啊，可爱。啊，那个是武士吗？还是？那个是战士。战士、啊、哦，对，好久没看到战士哎。战士现在跟，战士现在变下水道职业的感觉。好像没有看过的样子。没有，很可怜。很多人换掉了。哎呀、啊，为什么这样？因为被改烂了，上红战就是容易被秒杀。哦。这黑棋。你跟他夹刀呗嘞。那你俩这跟我一样是黑棋的，要修哦。为什么差那么多？这是水手服啊，那好像是限量的嘛。海军水手服，那个是限量卖的。对啊，当时卖完就没有了。红女仆哎、欸，粉红女仆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你就他看到的脸啊，啊那个手动对焦调一下。自从学会了手动对焦之后，再也没有对不到焦了。对不然以前都是啊，又模糊了。哎，看这套也没看过，这套好像也是限量的。限时发售，啊，那个黑人是怎样？干他妈的，这个到处开。后面不是有个黑人？对啊。对啊，在讲啦。那喝酒，这在干你创脚，赶快。在狂战哦。这应该是战士或武士吧？这个真的看不出来，干他妈的！你告诉我这个，我跟你问我，你这样子问我，我职业真的说不清楚啊。看就厉害、欸，绝对不会是狂战，对不对？嗯。啊，这个也战士嘛？对，应该是战这个脸，这个脸感觉是战士。还要伸下去看那个脸。干你娘嘞！干这真的很像一只鲨鱼在钓鱼，钓尾巴。对啊，一只鲨鱼在钓完餐。啊、钓不到还很生气，一只鲨鱼在钓鱼，很好笑。钓不到还很生气。不要跑那么快，用走。钓鱼的人是变少了。哦，这没卖掉，干！驯兽师，厉害呢。这好像你也有啊，这头饰你不是也有？有啊，可是没有这么细致啊！你看他正面呢、啊。哦，这身材超好。哎、看那个脸。自从学会了手动对焦，有点过曝。他的脸太白了，因为太阳的问题。哎、欸，那黑棋吧？不是，这是驯兽，这个脸一定是驯兽。啊、哦。那个脸，那个身高，他妈就是驯兽，不会有另外一个。哦，这个你还会晃，还有买时装啊，这两个都是时装啊。这是鲶鱼人，鱼人装，这个也是在钓自己的晚餐。然后这是丑装，你最看不起的丑装，丑死了。哦，这套背面不错。为什么黑棋皮肤那么黑啊？虽然说是黑精灵，但是也太黑了吧！这就是腿，这就是若隐若现的卡通。黑熊汉，这个这件最扯，这件这样，这件最夸张，穿最少啊！对啊，看一下侧面吧。用那个上下左右去带，然后有人就是改那个没有穿的模组啊，然后留外面这件纱，里面没穿，蛮好看的、欸。当然啦、啊，就真正的正港薄纱，啊带女仆头啊，啊这个完全是为了自己，为了好高潮用的，对。OK， 先拍。